回到新闻现场，带你关注汪小菲跟艺人大 S 离婚之后，从本来的住处搬走了四件高价值的画作，遭到大 S 提告。台北地检署本来处分不起诉的，但是高检署审查之后，把案子发回去查。北检在今天传唤了汪小菲。最近心情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对大 S 还有一些联系吗？目前没有联系。S 妈上次说大 S 觉得替大 S 觉得很委屈。关的独家新闻，放进评论。还有问题吗？谢谢大家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